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落手其实也一般般吧，不算特别的狠，但是也挺狠的。那血怒可以共享，俺们这啥也没有。重伤行哈，可以出重伤，对，先出个重伤也行。哎，无所谓，等一下啊。全军出击。First blood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怎么都死了呢？你好死啊！我先扣你一下 ，E A 平 A 平 A W 点烟撅扣，再平 A 拉我快点的，我给你个嘴巴子！不闪现。三级死的这个时间挺长啊。随便拼吧，咳血战斧会不会好一点啊？打他们的话，哎，算了，这落手都不配让我出重伤，得了吧，没啥意义，拉倒吧。是啥呢？是猪肉脯呢？塔皮没吃到呀 ？What the fuck？ 一 A 抽，震我，这人挺猥琐呀。踢你一下，抽 R 转起来，扣点盐 ，W A 接双扣再转，没事儿。那个塔皮虽然没了，但是我们这波吃的多一点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别卡我这小兵，多吃他几层不就完了吗？下边再来。三项了吧？没有，差一点点。这把不是很好打呀。俺们这花果山好像人，好像人打的有点还不了手了。我发现他们好像。还不了手了，兄弟们，嗯，是不是还不了手了？你怎么的？嗯，原来他有闪现，我以为他没带呢。我寻思他是那疾跑点烟那小子呢，他是谁呀？他？他是，他叫
哦，他是权势啊，他是权势。哎，六级以后好像俺们这猴还行了啊，六级以后，六级之前不太行，确实是行。六级以后稍微是给点劲儿了，是。你干哈呢？不给我面子啊！这是，我发现我是得越塔杀你了啊！我的新改版的三项不把你越了，是实在是不行了，是不是？不把你越了是不行事了，我一瞅，太狂了，塔下敢站着。先去打个红，我真带七定神仙。对啊，我带七定神仙啊。布甲还搞个黑切，我现在我觉得我都能打四个落手，我都不成问题，我能打四个。出来呀，算了，你不出来我就扛扛去了。嗯，先扛扛一波下路。AQ 完一走，问我来。哎，转起来打不了 AQ 再转。这血怒触发的这么快，我靠，没两下血怒了，咋的呢？星石猴，这个猴怎么回事？嗯，干他干他干他，别怕，就硬打他，漂亮，不要害怕。这时候这猴如果怕，那就没法玩了，知道吧？别怕。猴猴崽子们，千万不能怕了。给我打的晃吧，390块钱，这么多钱。来把黑一切，这再来个死亡之舞吧。我来了，操练起来，给我上！太狂了，这那跑不了呢，那怎么还回头呢？是不是以为自己挺肉啊？这人怎么瞬移了呢？
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叫死亡之舞啊，没出来。这叫死亡之舞，还没出来的时候就这么猛。中路怎么回事？中路把这乱手给我杀了。哎，怎么的？我不配能拿你个人头呗？我拿你个人头怎么了？嗯？我上个猴。这完了呀这，嗯，这不完了吗这？啊，先 W 一手，我有闪现。哎，再见。挺狂啊，还敢追出来？啊？这刚才放你们俩一马也就算了，这没有大招，咬你们一命，还不行？不把你俩杀了，今天就不让走。先去打个蓝吧，这装备确实有点好啊。嗯，顺便打个角龙。有没有什么带吸血的装备？那除了那九头蛇，是不是没有可选的东西了？我记得这三项现在有个 bug 呀，这皮孩放不放第一位是不是影响移动速度？啥玩意儿呢？几个落手了呢？啊，这么两个半人啊！我操，你们三个人，我俩人，四个人那就没办法了。孩儿们，给我操练起来！给我杀！实在是没办法，人有点多啊。我直接来个反角。金身呢？金身有啥用啊？怎么的？别怕呀！咋的了？游戏之间？给我救一下呀、啊！这不可能救啊！我他妈搁这追人，你搁这倒、啊！操了你这个猴！他咋的呀？他好使啊！这劈这就没办法了，这个劈确实太过分了，这劈怎么能有劈呢？这，我觉得我差点吸血。
差点吸血呀，破败呀，破败没有群体吸血，但出也行吧。那九头蛇大招不能触发九头蛇，没有什么用啊。渐渐的打不过了，你拉倒吧！啊，兄弟们，你们起开，我一 v 五。啊，我一 v 五，你们都给我走来，中路我来。他也跟我说渐渐的打不过了，我操！我不给你来一波一 v 五，给我走开都！谁别动他们啊！他给我在那留着，别动他！你别动啊！你别给我动！我跟你说，你别动啊！我看谁好死来！哎呦啊啊啊！哎呦，这不全没血了，还打不过了！我天哪！我不给你来吧，夸抓 Q！ 谁拿的我五杀？我叫什么玩意儿呢？我叫何来温暖？我们的四杀。他跟我说打不过了。我觉得你仿佛是在开玩笑。我看看破败多少钱啊？确实得要破败。你是不是觉得你们俩是好使啊？我发现呢啊，你是觉得你们俩又好使了？我这一瞅啊，你们这些人确实是有点多，给我一顿批呀！这人确实有点多啊。一 v 五啊，那刚才不是一块儿上的，而且我们不没回家吗？人都更新装备了。我上一波也有这种装备，我可以打他们。那我刚才没吸血，你知道吗？那我还杀一个呢。对，打五个吧，得一起打。你一个一个打，那伤害不够，那老些血呢，在对面。这猴在这玩魔切呢，你跟我在这俩这是聚集能量，要放什么？这是要放元气弹，都给我走开啊！这不来几个人啊？黑我！来！你们打我都不掉血的，这都。怎么的？我看谁好死啊！我看谁好死、啊！确实挺好死的啊！那确实是一 v 五，是一 v 是不了啊！那真实伤害有点太多了。那劈一下950，劈一下400多，那有点确实是有点受不了。反甲换个穿甲那不行，那你得让对面没回血，没关系，小问题，嗯，小问题。这破败，我发现上一波效果不好，换一个，换个九头蛇，把小龙打了，嗯，这边可能打大龙呢，快点打小龙，
嗯，哎，没打，哎，我敢不打，敢不打大龙，不给我面子了，我就看着。都给我走开啊！给我往后扫。嗯，都往后扫。我这多少个猴儿啊！给我杀！完了，给我劈死了！你怎么跑了呢？你干呢？怕个屁呀！他劈假猴了，少一个猴，少个魔切猴，家没了，家没了。还剩俩，这猴的个菜呀！哎呀，我们去把他家给他偷了，把大龙打了，孩儿们。先扫一下啊，没事，这不是无限火力啊，这边一共也就五个落手，小问题了。打大龙，打，我有跳弹，没事，我这有跳弹。我颠颠的跑来了，没事啊。哟，我擦，瞪我。我跳弹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一来就来五个啊，你想好了，看看都中路几个人啊，中路四个落手，我们直接上高地啊。呀，跳弹被打了，没关系，谁高的 like 了，我看谁敢高的 like 啊，谁敢高的 like， 谁谁敢高的赖？谁？谁？假猴，给你一个，给你一个这个机会，嗯。